Magic Box。各位同学们好，你们是否认为复仇者联盟里面最强的是钢铁人，又或是雷神索尔呢？那你就不懂了。其实啊，最强者就在你们面前，绯红女巫 ，Here I am。哎，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女生就小看我的威力哦，我的力量啊，可是大到连我自己都会怕，都无法控制的。所以同学们不要担心，只要有危险，只要大声的呼喊绯红女巫，哎，我就会出现了，并且跟你说 Here I am， 这就是我来了，我在这的意思哦。从原本的 I am here 变为 Here I am， 形成了一个倒装句。哎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先用地方副词 here 开头，后面呢直接加上助词和动词就行咯。上述的助词先动词后是在于啊主词是代名词的时候。诶，但是如果今天呢主词不是代名词的话，我们呢就要用 here 在后面先放上动词再放上主词哦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只要有危机发生，当我啊和其他的复仇者联盟成员们出现的时候，民众们就会大声的兴奋的呼喊 Here come the Avengers， 哎，复仇者联盟来啦。有没有发现因为主词并非为代名词，所以呢会先放在动词后面哦。那补充一下，同学们要特别特别注意咯，句中的动词的单复数形要是主词而定的，像刚 Avengers 是复数，当然呢我的动词呢就会是 come。 但如果今天的主词是单数的话，例如啊我们成员呢举例来说钢铁人好了，你就可以说 Here comes Iron Man， 哎，此时呢就必须用第三人称 comes 哦。哎，那想想看，如果啊今天钢铁人我用代名词 he 去取代呢，该怎么去变化刚刚的句子？哎，太聪明啦，没有错，就是 here he comes， 先名词再动词咯。什么？有怪兽入侵 ？Oh no, here they are！ 好了好了，我不能再聊了，我要准备战斗了。同学们，答应我，快把 here 的倒装句用法学起来好吗？